之前日子里面，问界是华为跟赛力斯做的品牌，有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车型。那最新的我身边这个智界 S7， 它是华为和奇瑞做的一个新品牌。那 S7 是它的系列名字，还有具体的系列的型号，有点意思啊。那因为华为的车其实并不缺流量，所以呢这辆车大家关注度也是非常的高。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车，咱们先从宏观的参数配置来讲，再到细节的微观。首先呢表扬一下，前几天去问界的 M9 没让开门，但是今天这个智界 S7 整个的静态是完全可以体验的。它的基础数据，车长是4米97，所以是个标准的中大型尺寸的轿车。然后你现在看这个基本风格，看这个车头啊，你就知道这是个运动风格的轿车。车宽还是很宽的，不含后视镜的情况下，车宽做到了1米96的宽度，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其他那些参数配置的细节方面呢，有两驱，有四驱。那四驱版本，厂家说加速是在4秒以内，基本上咱们假设3秒5左右的话，那按照这个4米97的长度，3秒5的加速能力，它的双电机的功率至少应该是在450千瓦到550千瓦中间，否则再低的话是没有法跑到这个加速能力的，自己心里就有谱了。电池是已知的，62度、82度及100度的电池，前双叉臂、后多连杆这样的一个系列嘛。那我今天身边的这一辆呢，是带了套件的，同时带了激光雷达，应该是选了高阶的辅助驾驶，然后也选了这个21寸的锻造运动轮圈，所以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它的这个运动风格的智界 S7 里面的顶配车型。那我们猜测这个顶配车型，这些都选完之后，应该是在35万，可能再往上冒一点的这个价位区间，因为这个价格的事儿吧，日新月异，基本上每天都在变，我们没有法说一个太准，只能说一个大概的猜测，所以咱们就按照35到40之间这个价位区间来看今天的这辆车的评判啊。好，那咱们先从车头开始看细节。首先呢，这个车头确实是比较低矮、比较扁平的，是一个标标准准的运动车的风格。它的大灯啊，我觉得这个大灯比问界 M9 做的好看，为什么呢？因为问界 M9 那个大灯个头太大了，它这个底下，你看它现在这是有个盖儿的。我问人说这盖儿是干嘛的，他说是保持这个新的家族设计语言统一。因为你们在问界 M9 上也看到了，它是整个的大灯下半部分也是一个大灯的灯体，只不过是那个交互灯。但是我觉得其实交互灯在前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如今呢，在这个智界 S7 上，这个交互灯的位置被整个一个装饰板盖住了，这以后装饰板底下肯定也能打开扩充做其他的一些配件的可能，包括有可能也可以换成一个屏。但是我觉得现在一个尖角大灯还是挺精神的啊。但是呢，这个车并没有上数字多头的矩阵大灯，因为厂家说是比较贵，考虑到这个车价及它的一个车型的定位，那基本就是常规的多头的 LED 嘛，这个分近远光的这一系列的模式。好，我们现在视觉来到了侧面啊，你看一下运动车呀，现在市面上的车几乎是没有铲子比车头突出很多的，但是你看这辆车，它的前面这个黑铲呢，比鼻子要长了挺多的，所以呢，咱看一下整个的这个车侧的视觉，它就是一个挺溜背的，同时前面这个铲子挺往前顶的一个很夸张这样视觉的运动风格的车型。然后它这个铲子呢是隶属于它的风格套件，在这个风格套件的基础上，尤其是从我现在这个视角这么着看下去的话，这就像是一个改装车一样的感觉，前铲子贼凸，这边还带一个竖向的小扰流板，我的天哪，做的还是比较极端的啊！希望这辆车卖得好，因为之前的日子里面做运动车总是卖的并不是特别的好，各种厂家。当然了，也是因为做了运动车呀，里面的兼容普通家用的性能就会变差。之前的日子里面，咱们一会儿也来看看这个车兼顾家庭的部分怎么样啊。好，车头的位置呢，这边是一个导流，把气流导到这边的轮拱的区域，基本车头的细节就是这样了。这个前机器盖还是显得挺大的，这个黑的就是直接把气流洗过雨刷、洗过风的啊。刚才厂家说了，这个120公里的情况下，吹风洞能吹一个0.20这样的结果，那确实整体来说它的风阻还是不错的。好，咱们现在看一下侧面啊，这个车呢是空悬的版本，它也有不带空悬的版本，空悬跟非空悬也都有支持 CDC 连续可调阻尼的系统。这个很明显选配的是21寸的锻造轮圈，这个轮圈做的样式就是比较标准的那个公公正正、利利索索的标准运动车的风格，这个小窄多辐条的感觉，因为一旦看到这样的造型，基本上都是锻造的，铸造的这么细的辐条，有可能强度并不够嘛。这辆车呢，用的是通风打孔的运动风格的刹车盘，同时配了是4活塞的 Brembo 的卡钳。我问了一下厂家，这个4活塞卡钳应该是未来选装的这样的一个配件，但是这就挺运动的了哈，毕竟跑得快也得刹得住嘛。然后轮胎的方面，起码这个版本的轮胎是255的宽度，配到了255/40/21，并且用的是量产配套新能源车型最好的轮子了，米其林 PSEV 的轮胎，并且带小绒边的，看着就特别的高端啊。
上面是激光雷达，并且整车有3个毫米波的雷达，这两侧有45度的交叉视觉辅助驾驶，所以它的这套辅助驾驶跟问界的 M9 是一样的。那以后实现城市 NV 这肯定是不在话下。然后呢，在这个外观方面，我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前铲的中间的那个区域里面，竟然是有一个亮条的高光点，它不是一个纯黑的铲子。然后我就问厂家，厂家说觉得有点单调，但是我觉得那个位置其实变纯黑也没问题，或者是你要非得加个亮条的话，你用一个亚光雾面的，比如说浅枪灰色可能会更加的合适，别用高光。然后我一看这个侧面这个裙边也是有一个类似于高光这样的设计，也可以完全给它压一压嘛。然后整车的 A 柱是非常倾斜的，它这个上面啊依然是有这个镀铬的装饰边，那这个镀铬装饰边也是可以把它黑化了，就更加符合这个运动车型的一个定位嘛。后视镜是完全没有边框的后视镜，所以可视的面积会非常的大。 B 柱是完全做平的， C 柱有一点点的凸起，前面双层夹胶的隔音玻璃，后面单层玻璃。这辆车是没有隐私的，但实际上最终量产的高配版本是有隐私玻璃的。然后这块的处理还是挺有意思， C 柱 D 柱完全的融合了嘛，一个直接溜下来的尾巴，这块是没有任何梁的，所以就意味着这个车是溜背但是不掀背，对吧？有点耍流氓了。一会儿咱们后面看一下后备箱的部分吧。全系带电吸门，这个就特别的好了，因为我一开始我说高配有啊，人说不，全系都有。再有一个呢，就是咱现在看一下车头的这个纵向跟车尾巴的纵向呢，还是做的非常的卡边的。那这个运动车如果不卡边的话呢，这个视觉就没法看了，这个蹲在地上的力量感也就没法看了，所以卡边真的是非常重要。另外它的后轮上面的这个的区域就有点像保时捷台看那个蹲在地上的大青蛙，那个屁股跟腿那个力量感非常强的感觉，在这个位置它的最美的角度啊，我觉得前45度挺美，后45度其实也挺美的，整个这么着溜下来，这边还带了一个碳纤的小扰流板，这个扰流板就跟 Model 3P 那个小碳纤的扰流板异曲同工的感觉。尾灯的辨识度也挺不错的，舒舒服服的这么一个尾灯。然后这个后杠是非常运动的，有扩散器的造型，并且是往前延了一段距离，但是还是以装饰性的扩散器为主啊。哎呀，接下来就该是尾巴的部分了。这个好看的尾巴呢，因为它不想加这个过梁，非常可以理解，就保证后排的这个头部空间吧，然后也保证这个造型足够的流畅，所以呢就没做掀背，它这是一个溜背但是不掀背。哎，打开了之后我能看到啊，厂家是在这个不掀背的车里面想尽量的把你本身的这个开口都给做大了，这里面的进深挺大的，因为毕竟是个4.97米的车嘛，你想够着最里面的东西也是挺难的。但是呢这个后备箱有个好处，就是它的左前角有个灯，它的右后的这个位置有个灯，所以这里面的照明是非常充分的。左边有个点烟器，除此之外呢也没啥了。然后它这里面呢，现在空悬版本的气罐会搁在后备箱的这个下沉的储物坑的再下面点的位置，因为现在并没有做好，但是未来空悬跟不空悬的版本这块都是有一个下沉的储物坑的，只不过是大小容积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嘛。这个呢是电动的充电口，包括你拿华为系列的枪这么着旁边一按的话，它自己就会打开，那都没什么太多新鲜嘛。但是它的外放电非常牛，做到了6.6千瓦的外放电。之前咱们已知的这个之前比亚迪系列的外放电6千瓦，韩露就给一顿表扬了，现在已经做到6.6千瓦了，非常非常的卷，这个外放电真的太赞了。所以这车的外观部分我觉得确实是比较运动，也是我最近看过的比较和谐的运动车的外观，尤其是那个前铲的造型非常的极端，整个这个运动套件啊，唯一你要说前面能挑出来的视觉方面的问题，也就是整个的运动套件上面那几个高光的镀铬，我觉得给它弄成亚光雾光面甚至同色的也没啥太多的问题啊。 OK， 咱们现在上车。这车里面的风格吧，跟别的新能源车还有点不太一样，几个点啊。首先它这个是环抱式的中控，这个环抱的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中控的上面呢，都是类似于整个的这个科技布是环绕在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它既不是麂皮又不是普通的布，是那种材质叫科技布嘛，我也说不好。它这个视觉啊，它那个反光率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低的，看上材质就跟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然后中控的上面呢，它这个里面用了大块的平面，它把整个的这个风挡往前延，毕竟是为了整个的风阻嘛。它的防火墙啊 A 柱都是往前推的比较多，那我就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后面的空间，咱们一会儿在后排的时候再来看嘛。它这个组合弄完之后，所以它这个造型就是一个比较扁片的中控，它整个的扶手箱包括我这块的区域里都是一个尖角。哎，这种感觉的中控跟别的车型来说变化还是比较大，因为大家都是一大块一个大盾面在这个位置啊，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我离前面的防火墙就贼远贼远的，这样的风格，一个小幅的方向盘，然后包括这里面的这个黑跟玫瑰红的配色，确实这个运动的战斗气氛还是不错的。那做工用料搁在这个30-35万这种的级别，我预估猜测啊，那肯定是没有问题，这个做工还是很细腻的，大家去相信华为对整个的品质的一个审核嘛。那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简单的配置，包括一些人性化的体验的部分吧。配置呢，前排座椅的两个加热通风、按摩记忆，这些都是有的。然后华为的整个鸿蒙的车机系统，这也都是没问题的，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今天就不给大家细节去体验整个的鸿蒙系统了，这都是最标准的流畅手机的各种各样的风格。因为之前的日子里面给大家去说过，哪怕在初阶的当初的问界的这样的车型上就已经给大家展示过，哇，那个流畅程度啊，确实感觉跟你用手机的体感会非常的像。其他的一些配置方面呢，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配 HUD， 因为厂家的理念是这样，我给你配个小幅的方向盘，有运动的感觉，同时这个小方向盘呢是不遮挡前面这个行车信息的显示屏幕，我把这个屏幕呢给你往上摆，往远处摆，让你这个屏幕尽量的去接近你的行车视线的位置，所以这个对焦啊，眼睛焦距，它这调节的范围尽量的小，尽量的减少你的低头的状态，也就不需要 HUD 了，不需要前面那个大坑了，这就是厂家的一个设计理念。而这个小方向盘呢，因为它确实是得考虑往上调，不能去挡着前面这个行车信息的显示屏幕，所以就哪怕是我现在给它调到最高的位置了，我觉得这个位置整体来说比我习惯的位置还是再低了一点点，可能再到这个位置会更合适一点，现在我的手是在这个位置，那在这个位置距离上面这个挡的屏幕还有挺大的一块距离呢，用这个理念设计的车还是比较少见的，别人都是半幅直接砍一半，但是它是有个小半环，你在转的过程中这么着拉方向盘还是有的可以拉的啊，这比半幅的这个体验还是要更细腻一点点的。无线充电板这个区域里面高功率50瓦，并且是两个，本身底下带通风，另外上面的空调出风口它也是往斜下这么着洗下来，就可以保证整个的手机最高功率的速度在这儿去跑着充电。后面是常规的储盒，后面是杯架，可以放进星巴克这种级别，这边是带一个盖儿，直接就关过来，这个盖儿上这个木头纹理的手感跟质感做的还是不错的。后面是巡航导弹发射警示的巨大的储盒，这储盒这么深是能搁足够多的东西的，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冷暖冰箱的出风口，也就是空调是暖的，这里面是暖的，空调是冷的，那这里面也就变成了一个小冰箱的模式。下沉的巨大的储盒里面 Type A 跟66瓦华为的私有协议的 Type C 的充电，这里是能放足够多东西。门板的储物倾斜朝前，也可以放巨多的水瓶这类的东西。前排的座椅坐垫呢是可以往前延长的，所以我这个腿长腿嘛，就可以充分的支撑了。座椅的皮子跟海绵是非常软的，那功能前面已经说了嘛，并且这两边高配车型还可以调这个气囊的对于你靠背的加紧，包括这个肩部的位置还是有音箱的，所以呢这个座椅整体来说比较顶。副驾呢就可以调成那种零重力的模式，这都没啥。前排的比较特点就是这个储盒的环境，比如这么着一眼，这上面是一个储盒，而这储盒里面就比如说女孩化妆品或者其他的东西就在上面会比较方便，而这底下呢这块也是一个储盒，总之它是上下对称的两个储盒。另外呢就是化妆镜也是比较特点的，这个打开之后这化妆镜啊能调色温，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能调色温的化妆镜，就可以调黄光啊、纯白光啊、暖白光啊，然后这边可以调亮度，哇塞，这是有点意思啊。但是也就意味着你这副驾驶不是你媳妇坐，别的女伴坐的话，别让她轻易动那个，动完那之后你媳妇说，哎，这怎么化妆镜灯颜色变了，哎，怎么亮度也变了，对吧，就是你懂的啊。那前排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头部空间啊这个其实并不小，这个脑袋距离玻璃底还是挺远的，但是呢因为这块它的这个横梁对于强度要求比较高，所以这里面比较厚，然后它的这个遮阳板啊，所以现在是变成了我现在视觉的最低点，如果把这个遮阳板去了的话，这个视觉还是非常通透的，但带上遮阳板这块就显得遮阳板往下走了挺多，比较压抑。我问厂家说能不能把遮阳板给我窝在这个整个的顶棚的造型里面，这不就没那么压抑，这不就是不是底线了吗？但是厂家说这里面的梁还是比较厚，窝不进去了，所以就吃亏了，其实没有那么压抑，但是你看这还挺通透的，结果这有遮阳板就压抑了，没办法啊。好，我们现在去后排。坐进后排呢，再说一下，高配是有隐私玻璃的，但只不过这辆试装车是没有的，这边有个小挂钩，然后这个门板上面是科技布，它的门板中间这块是个控制区域，前面是个小屏，但是现在没显示啊，这块是空调的，比如吹哪儿啊，包括一些温度加减，然后这后面是座椅的功能加热，还有这边的通风，这边呢是两个 Type C 的66瓦的华为私有协议的手机快充，那我这样的华为用户就会非常的爽嘛。纯平的地板，
这些都是细节，都已经说完了啊。然后说一下主要的。首先呢，作为一个4米97的将近5米长度的车，后备箱进深也挺多，并且整个的 A 柱往前推的也挺多，也挺平。然后防火墙离我老远，所以我就以为这个后排空间并不是很大呢。外加还是个运动车的定位嘛。但是结果说这个后排的空间，刚才这是我调好的坐姿啊，还挺慵懒的，一拳两拳。两拳四指的腿部空间比我想的后排还是要大的，我以为也就是两拳出头的腿部空间的，纯平的地板，然后能感觉到本身的这高度是有的，因为毕竟是个轿车嘛，脑袋顶并不能做得太过于的充分，那就变成 SUV 了。但是这个头部空间我现在戴着帽子，我觉得还好，这个压抑的感觉没有比前面那个遮阳板下沿那个位置更压抑，所以这个后排视觉还不错。如果再能上浅色的内饰，或者本身它就有浅色内饰的版本，大家去选浅内饰就会更好一些。座椅呢性能很好，坐垫承托长度非常的充分，并且整个的皮子跟海绵也是很软的，这个感觉坐在这儿的时候，左边右边是能感觉到这个轻微的身体夹紧的固定的方式。然后有两级的靠背角度，但是呢是在这块来拉，也就是说你的老人跟孩子自己去调靠背角度是很难的，这是平一点，然后这是躺一点，基本上这个躺姿的话还是挺舒服的。这边的儿童安全座椅接口呢也是比较外露的，是比较好插的。然后这块是它的一个扶手箱，常规的杯架都在这里面。所以这个车的后排性能啊，虽然它是个运动车的风格，但是明显的是一个纯家用车的后排，并没有说因为运动车就做的怎么就脱离群众了，就什么不太强调后排了，反而倒是后排我觉得还是挺舒服挺好的这个后排。所以呢，现在这么着一圈静态试完之后，能感觉到华为跟奇瑞在这辆车上还都是比较使劲的。很明显，他们当初说对标的起家的时候是对标 Model S 的，但是希望是卖到 Model 3的价位，但结果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卷，价格越来越没法弄，所以就促成了现在这个车落地过程中肯定价格会比之前他们预想的要更加的亲民。这辆车呢，我觉得有华为的加持情况下，本身的流量是不缺的，产品层面起码截止到现在静态产品层面整体来说还是有均衡度的，虽然有些小瑕疵，但这个瑕疵并不太影响这个车决绝的购买的考虑。外加上市面上做的这么流线的相对比较和谐的没有过多的冗余元素的运动车还是比较少的，绝大部分大家都做了好多的可有可无的元素跟造型，这么简单的车并且还是华为跟奇瑞一起两个品牌一起做的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应该在比如说它能弄一个后驱版的，去掉一些高阶配置辅助驾驶啊，或者是空悬啊，或者断道轮圈都去掉了之后，如果还能保持造型比较舒服，卖个20大几万的话，应该是一个竞争力非常强的新的新能源的运动风格的轿车。